去自画，热情，还有南方人的一种豪迈，就是慵懒。慵懒就是到了礼拜五晚上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就是黑皮革啊。在礼拜六的早上呢，所去后的叉烧包，我们高雄呢最近有十大打狗肉包，所以你所去后的叉烧包更好吃的打狗肉包。刚才去的肉包有新肉制的鹿包，还有叉烧包啊、莲肉包，还有豆沙包。我们高雄呢有很厉害的酸面哦，不输给董牧杰的铁板。